对，我不喝酒。这人挺倒霉呀，干烧干吃的。干烧干吃的呢？今天搁这儿呢。原来不播我喊，现在我都不喊了。我看没有搁屋那个我先去抱衣服去，我今天老衣服，我老多衣服了，一天一盒。老板，给来，我去哪？搁间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去把衣服抱出来，搁洗衣机里。今儿天好，难得呀，每天刮大风不该洗衣服，老多衣服没洗。小鱼缠满了，兄弟们，这小鱼缠的。那也、哎、没招儿，那万一得一点点摘。这上杆的鱼鳍，这只因和上杆的鱼鳍还下杆的鱼鳍都勾呢，都倒勾呢，这玩意儿挂上了。我这手盖都不行了，这家可以的。这哪河里摘是不是好来的玩意儿？嗯，河里摘是不是一样都不好摘？哇，这他妈这有个鱼线呢！好使！哎呀妈，这鱼线好不折呀、哎！那你说好折好折了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勒手啊！我的妈呀！十多斤大鱼都怎么钓上来的？怎么溜上来的？你这鱼是不是好给好折喽？嗯，这样真好不折呀、啊！怪不得干烧干折了，知道？干烧折了，属于是鱼线没断，他也是劲儿是没少使，我这一看，钩都干没了，生来的牛呢？哎，他能不能是钓着大鱼了？拽的，那拽大鱼他也得溜啊，他那玩意儿都硬皮了，都水草现在，那好溜。嗯大鱼，它也钓六斤大鱼，它硬皮，它提上来，啥杆儿架不住呀？一下震。嗯，这会鱼多呀，你看。嗯。鱼多呀。不是鱼多，昨天晚上打雷下雨的吗？阴天下雨，那么鱼活跃。鱼啊！你昨天晚上半夜打雷，是啊，昨天下的雨吗？又下雨了，打伞的，我还完了那天半夜还家报天气报呢，大喇叭还。电打雷。对，那个海边那啥，有冰雹大风。给鱼吓的。哎呦！腰杆短，腰杆好的。都穿完了。今儿干啥去啊，温柔姐啊？今儿不教学生吗？不画画吗？嗯，